好了，我们继续到败部的比赛里面来。刚才晋级了的吴明炫和 Anatol 来进行这一轮的比赛。现在我们的比赛呢，已经剩下六位选手了。赛制还是不变，三局两胜，每局五分。啊，败部的赛制嘛。嗯。好了，吴明轩现在在后排拿到球、哦嗯、阿纳头的防守防整个状况哦，时好时坏。有时候在很多赛事他可以打得很好，有时候这个状况他又会突然间打到打不进公开。嗯哦、他预赛成绩很好，预赛前三名吧，算是在最近来这一两年的比赛里面哦，他很少打到前面的、嗯。他以前还蛮长的哦。是、啊。2014-13 那个年代，他都是前三名的常客。Anatol， 我很欣赏他的那个个性，他比较有那个感觉，像一个战士一样，还有那个韧劲儿，他有那种不屈服的感觉，那种和他打，我觉得，不仅是这个技术的 PK， 你要和他 PK 的是意志。但是最近几年没有以前，我觉得出色了。家庭啊，练球的时间变少了，嗯，所以他可能也疏于练习。多种因素吧，因为可能现在，年轻的这些选手起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的比赛呢，可能打起来都比较困难。现在我们每一个赛事都不敢说谁一定会赢。对，而且一圈，我们上次不是聊过吗？一圈十几个人，七八个总有了。以前一圈两个、三个，谁赢？杰克、雷罗米啊，就差不多就这样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整体实力平均多了哈，平均多了。有在于那个很多我们的 football player 啊、嗯、选手们不吝啬的教学。嗯，哎，这个很好。哎，我教你，你教我、嗯，那大家一起成长。这个在这个运动来说，在许多运动里面很少见呐、啊哦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是，彼此都是好朋友，打久了以后，这个圈圈不大。对对对。哎，打久了都是变成好朋友、好家人的。是。好，现在比赛吴明炫2-1领先。他们在预赛的时候就，相遇过一回，当时他们那边下赌注啊，下赌啤酒，盛哥和明哥赌啤酒，赌。他们都怎么赌啊？他们都觉得吴明炫会赢，那怎么赌啊？然后就赌比分嘛。啊、哦，赌几分？赌几分？7-7赢。他们一个赌7-3，一个赌7-4，最后 Anatol 多进了一分，然后就害得盛哥喝啤酒了。其实多开心啊！其实难讲了，因为Anatol 的状况，这个赛事哦，这个香港公开赛的赛事的状况算是还不错哦。不错，他预赛成绩还不错。预赛成绩最好的应该是吴明炫嘛，嗯，好，吴明炫是预赛第一的姿态进入了复赛，但是他在复赛的第一轮还第二轮的时候遇到 Vincent， 被 Vincent 打到了败部。嗯，那场我们有讲，对吧？那场我们有讲 ，Vincent 的状态要比他的好。好，现在场上有一个争议哦，嗯、好，看样子没问题。这个也是我们桌式足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点。要到黄色。我们OK， 我们在这个裁判的这个部分我们做得很好，大家可能不需要非要有一个裁判去现场去做这个执裁，大家都会相互的去把这个比赛呢执行下来，所以说也是绅士，很绅士的比赛哦。对。这个运动就是迷人之处，就是真的手足球一家人啊！哎，真的，我们要我们接下来几位推广者吧，各个区域的重要的这些推广者，要把这个要给接下来的我们的学生、我们的小弟子们，要把这个要传承下去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啊，比胜负更有价值和有意义。对，好，现在比数来到了3-3平手哈、哦嗯，这个。我说赌这个谁赢谁输还太早了、哦我觉得淘汰赛的时候不敢讲，很难讲啊，没那么快。Anatol 打意志的，
安纳托防守也非常好，他比较全面，攻防都非常好。安纳托就是执行面有时候会失准啊。嗯。吴明轩拿到这一局的局点，他叫了一个暂停，他习惯性的在这个时候叫一个，在领先的时候啊，停牌的时候去喊一个暂停，喊一个暂停。哦，现在场外，要喝口啤酒。修哥，吴明轩的老大哥啊，要求吴明轩来喝个啤酒。高雄他们是搭档，获得了最后的冠军。安德顿能不能扳回一分？这口啤酒是有帮助的还是没帮助？好，看样子帮助还不错。那看他们情绪很好，他很放松。对。安德顿在中国生活也超过十年了哦。嗯。早期他是在波兰有在接触 football， table soccer 啊，然后。这十年在中国，他刚到中国的时候，应该是有刮起一份那个阿纳托旋风哦。是、啊。大概就是四大九稳的拿冠军哦。是的。我看我最早认识他应该在2010年。2010年，7年前。2010年，其实2010年之前就有认识，但是不太熟。2010年我们在那个山东潍坊，算是中国。全国比赛的时候，哎，有遇到他，我们就有过交手，从那时候我们就比较熟悉了。这些年他的进步很大。啊，吴明轩前锋顺利拿到球，感觉他有点在晚了哦。拿下一局，状态很好。对，是有一点你说的，就要他的名字嘛，炫。有一些空间可以来表现哦。嗯，我觉得他整体我跟他有打。我感觉他在亚洲的话现在排名第一，我觉得拉开了好多，至少像我这样的选手拉开我们一个距离啊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这肯定的啦，说真的 football 想要打得好，首先你时间要多，你要有时间练球，你才能不断的修正你的问题，然后精进你的优势。刚一个 lucky shot， 然后让阿童先丢了一分哦，现在第二盘的比数1-0，吴明轩领先。安德童顶得住，他的意志力一定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你看到他在思考的。哦，场上一个暂停。吴明轩的眼睛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现在在擦眼睛哦。哦，他可能这可能就是一个转捩点哦。我还记得。6-7年前呢、哦，有一场比赛，我打到很后面了，忘了是可能半准决赛的时候，我突然眼睛很干涩啊，好，我去暂停休息一下，擦眼睛，然后回来就不行了吗？回来我真的一直心里有疙瘩，就觉得眼睛怪怪的，就觉得眼睛怪怪的，然后你的心思都会着重在你的眼睛怪怪的。说到这个心思，我就觉得这个我就能够理解，他非常专注打这个球，我们的这个中日足球那种专注度是要100%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回到场上哦，我们看看这个状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吴明轩的表现呢？好，阿纳童现在前锋持球，阿纳童防射门也是非常一绝哦，你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，事实上是有很多角度的变化。对，他的起始点不太一样，哎 ，Snake 应该起始点大多数是在最中间，然后去做两边的选择，他是偏下一点，对，他可以推得很远，你看，就推得很远哦，啊，他不光推得很远，他往下拉的时候，他可以打到斜的那个角度，对，他有往前斜的，往后斜的，对，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些个。球门的那些个角度呀，就会打得更宽。吴明轩，我觉得他是做假动作，假完以后射的这种连贯性做得特别好。对，这一点是我倒觉得我倒好好要学习一下他的这个部分。阿比尔 ，Anatol，
这就差一点了哦，又弹得进去了。阿纳托守得 很棒哦。嗯，现在比数2-2哦。阿纳托如果再不赶快的振作哦，这个局大概就是吴明轩的局了啊，一个很大的失误，有机会拿到前锋拿到球却掉了球，吴明轩后卫拿到球，尝试的传球到了中排，成功，接着要尝试五传三，很稳定哦。嗯，他传球几乎90以上。漂亮，稳定的传球，稳定的射门。现在吴明炫3-2领先。吴明炫接下来要对到谁？应该对到伊宝和约翰的胜方。约翰的胜，对胜者。那边比赛结束了。好，待会就知道是约翰还是伊宝是他们的对手哦。嗯，好像没有结束，打完一局而已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要看到 Anato 对吴明炫。哦，阿童还持续撑在场上哦，现在比数来到了3-3。这球反应不及哦，不然阿纳托是有机会把球抓回来的哦。对，他是用左手在防，一个顿点的假动作射门，持续后卫射门。吴明轩通常是在射门跟后卫射门跟后卫传球之间在转换哦。哦，看看约翰赢的吗？输了。好，约翰输了，所以待会这边的胜方会遇到怡宝。怡宝，怡宝。怡宝在是碾压我的身体过去的吗？我们那场球打得特别不好，我们俩在比谁烂了。有时候比赛就是这样，怡宝就是很能扛。我觉得单打防守更重要。啊，单打的防守是重点在他的转换哦。嗯，有时候你在移动过程中，球忽然间到了你的远边。离你球杆很远的地方，你什么样的可以快速的转换回去哦，就很重要哦。好，阿纳从前锋拿到球，有机会拿下第四分，让比数比啊，可惜这个出手快了一点。对，我们学员后排尝试二传三，做一些特别角度哦。二传三的角度通常都是墙壁或是直线，他刚刚尝试传斜的中排。阿纳从不要用耐心，他想用。这球救得很好。二传五。看这个传球，漂亮！传球还是阿纳托的强项哦。嗯，其实现在我们要结果，像这种比赛，我觉得大家已经太熟悉了啊。对，要结果。不过现在的气势在吴明轩那边是比较有优势的、哦，对对对，毕竟他已经先赢一局了。嗯，虽然现在3-3平手。阿纳托的二传三倒是不常见啊，说真的，对我来说。嗯，哎，不错了，不错、哦。我在高雄打的时候，他传过好几个，他传得很有耐心，他习惯性的会尝试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嗯、但是我比较喜欢他这种风格。这球应该，哦，这球我刚刚看起来阿纳头都被带着走，嗯，哦，反而他守住了。不二传三了，不二传二传五了。现在尝试的后卫进攻，吴明轩来一个快的，嘿嘿，这有可惜的哦。对，吴明轩很快的、哦，你看他的这个抓球的这个成功率很高，球几乎都在他的脚底下在玩来玩去。对，球感很好。啊，对，球感很好。这些就是需要多的练习，练习时间够了，是，哎，才会让你的球感极佳。嗯，哦，刚刚看得出来，阿纳同的球感就没有那么顺畅哦。嗯，很多球其实他有机会去接到的，但是他只有看球，他只有看着球行进，他没有手没有反应。对对对。现在吴明轩的节奏越来越快哦，要打的阿纳同有点反应不及哦。哇。一个假动作，骗开中间打进。
好，安乐彤现在前锋拿到球，再不拿下这一分就非常危险了哦，因为只有三战两胜的比赛，只有吴旭明现在守得很好，陷入困境的安乐彤该怎么样摆脱这个困境呢？是他现在重要的课题。好，吴明炫现在拿下了制胜点，啊，一个小失误又来了。安乐彤前锋拿到球，他想完全不暂停啊、哦，拼了，拼了，真的拼了。哦、哎呀，还是没暂停，连续三角。现在球来到了吴明炫的脚下。哦，这球危险。要射了，哇，这球很漂亮的一个斜角哦。对、啊、让比数搬到了四比四。对，我感觉这个斜角它是有意的，有意的，有意的，有意的啊。对，难度很大。吴明炫，球来到了他的三人杆的脚下，看看能够结束吗？这也要注意吴明炫那个中洞哦。再看。吴俊还有一次暂停机会哦，先喊了一个暂停。嗯。这局比赛的局点赛点啊，吴明炫已经是第二局拿下第一局，第二局球在他的前锋的脚下。我们看到场外阿纳统跟约翰正在讨论可能比赛的问题哈、哦。约翰刚刚输了比赛，输给怡宝。那他们两个好兄弟现在只剩下安乐彤还在场上拼战哦。赢的一方要对阵的怡宝，输的话应该是五六名啊，哇，前这一个回合现在只剩下五个人，对，输了就是五六名，他们两个人要走一个。好，吴明炫有赛点哦，赛末点。啊，这球。我们恭喜吴明炫拿下了这一分，获得了这场比赛那个胜利哈、哦。迈进了下一轮，待会的对手就是对到新加坡的怡宝。怡宝。其实安内托这场球打得不错了，要比预赛的时候要表现得更顽强一点。实力上还是，我认为实力上还是有点距离。